有谁愿意告诉我，风从哪里来？爱像一阵风，不知哪里来。没有人前面的路
谢，谢谢，谢谢妹妹，谢谢你送的花，小心哦，小心，谢谢。谢谢，我记得几年前呢，都是一些年轻小伙子送花，现在是小妹妹送花了。我想替你拿回去。啊，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一朵花。谢谢谢谢您送给我的花，还有没有啊？哎，对，你还希望有年轻小伙子一块送上来吗？我看没什么希望了。我这束鲜花我拿到后台替你插上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后台有一堆牛粪在那里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插在你这儿就可以了。我比较不像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好。是，谢谢啊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您，谢，请问您贵姓？这位先生，邱先生，邱先生，请问邱先生几岁？喂，你这。30岁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。谢谢，谢谢。秋烟，下次再有这机会，麻烦你带两盆花来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对，秋烟，这不是你的名字啊！啊，你太太的。哦，完了，这下子很失望。那你要跟我讲你姓什么，你几岁干什么呢？你问人家的呀。哎呦，后面又来了一位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。好极了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请问您贵姓？姓蔡，姓蔡。蔡先生，谢谢。姓蔡。蔡先生，请问您今年几岁？跟你同年龄。跟我同年龄。好了。谢谢蔡先生，谢谢您今天晚上的，谢谢。您从这儿下就行。谢谢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怎么能跟他说你跟他同年龄呢？你真是很菜，哎。谢谢谢谢，开开玩笑啊，不要生气。谢谢蔡先生，谢谢。好了。蔡先生，那蛮，谢谢谢谢你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这个蔡先生蛮可爱的，是真的很可爱，对，胖胖啊，你喜欢胖的是吧？来来。好了，这我会安排，您先把那花插过来好了，把我当成牛粪吧。其实后面有一大堆牛粪在那里等啊，台湾电视公司的几位啊，像雷鸣啊之类的都在那，我会把它插在他的身上。听说现场还有林青霞，那一定有秦祥林了，我也替他插一下啊。不过田妞您放心，您的男朋友没有来啊，您不是牛粪，都在场。好，您继续唱歌，不打扰，好不好？有献花的等会儿再说了，谢谢你，别打扰他啊。谢。唱什么歌？对，我接着为大家唱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曲。那么对，这次我请到的这两位和音天使跟我合唱一首英文歌，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向往我们的自由中国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三位为大家，现在让我们欢迎Miss Helena and Terry。跟我同族的，谢谢啊！来来来，掌声啊！欢送一下田英，谢谢谢谢。He said, "Don't worry about it." Would you like to say something to our folks tonight? 他 Go ahead, Jerry. 我爱台北，我爱台北，我爱台北。Very good, 谢谢。Both of us. Okay. 他说他代表了，他说他也很爱台北。Good. 我们为大家唱的这首歌呢，是叫做 Fire。Watching you.
为大家唱这首歌，是一首《你可知道我爱谁》。Yeah.